因为对于交通部版本的台铁公司化条例不满，所以是有大部分的台铁员工在今天送出了请假单。台铁企业工会更是指出了，如果没有看见行政院和交通部的善意，那原则上在端午节会维持不加班集体休假行动。而以站务还有运务人员为主的台铁产业工会，在下午是有近百人前往总统官邸来陈情，不过因为在那边呢并非是集会游行的申请区，所以有好几次被远警给举牌。放上象征悼念普悠玛和泰鲁格事故的白色玫瑰，台铁产业工会向总统蔡英文喊话，台铁改革首要任务是安全营运和补足人力缺口，不是公司化。工会率领约100位会员高举旗帜步行前往总统官邸前陈情，不过因为总统官邸周边为集会游行禁制区，队伍行经到一半就被远警挡下。请问今天总统府放在这个地方，离总统官邸还有一大段距离。请问总统有诚意吗？有想要听到台铁员工的牺牲吗？工会不是反对公司化，工会也不是反对改革。工会是最想要台铁安全的人。产业工会痛批交通部口中的改革以公司化为首要，过去在说明会中甚至表示有盈利之后可让营运安全，接下来未与工会协商就送出公司化条例。而发动五一不加班集体休假的台铁企业工会，在五一这一天也当面再向交通部长王国材表达不满。如果公司化不是为了安全，我不会那么急啊。我再跟你讲，我跟你的想法一致，但是你讲的哈，就说要沟通这件事，我知道为什么会出事故吗？事故就是因为急，一个国营体制135年的体制，你说改就改吗？说动就动吗？交通部强调，有关台铁公司化条例，行政院以及工会版本的差距已经缩小，立法院预计5月下旬会有朝野协商，交通部会再持续跟工会沟通，寻求共识。不过，台铁企业工会强调，目前没有看到交通部的沟通诚意，工会将在5月10日提前召开理事会，讨论下一个连续假期端午节行动，原则上会维持不加班集体休假，继续表达诉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